你爹爹还活着，如果你爹爹还活着，也一定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。咱们以后娶个好媳妇，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做英雄没什么好的。可我爹就是英雄。做英雄就再也见不到娘亲了。如果这样，你还做英雄吗？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爹了吗？娘，我想爹，我要爹，我想爹。不许转头，此情此景，铭刻于心，一丝一毫都不许忘记。娘。 我要你，我想爹。郑云宽，你是男子汉，不辛苦的。娘，我是男子汉，我要快快长大，代爹保护娘。徐启明，你可王八蛋！ 前辈，为什么让我们看这些？那你们跟我说说，为何今早如此消沉？我害怕，我怕别人说我害死了人，我害怕被责骂，害怕被人怨恨。 我也害怕。现在呢？还是害怕。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有朋友，有亲人，因为我就能死了，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我盲目相信自己，却害死了别人的亲人。 差点害了这么多人，却又不敢面对这一切，还因为我的自私，差点害死了顾千培。我最该害怕的是这样懦弱的自己，这样懦弱的自己，我永远也成不了英雄。站起来。 站起来！你别管我了！你有什么资格哭？我问你有什么资格哭？我哭怎么了？谁规定男子汉不能哭了？你打我！岳真昭，你打我！哭够了没有？只有你一个人会难过吗？ 你不要说自己没用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对不起，金城，但我还想变得更好。这发生的一切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
我也是。你们俩打够了吗？看样子你们已经明白了，过去的错误无法挽回，现今的后果却可以补偿。我们只有不畏过去。 才能不去将来。顾前辈，你说过，无垢的守护有时能够看到一些未来的碎片。那，你相信你看见的预示吗？哼，我信。我刚才说了，未来绝非不可改变。即使未来很糟，你身边还有月姑娘。 以这枚挂钳为证，不要忘了我今日所言。居小哥也无需内疚，每个人想保护的东西不同，我做了自己的选择，自会承担后果。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 多谢顾前辈。秦，秦，怎么还蒙着头睡？不要盖着头睡。秦。 秦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我看你这两天情绪很低落，就想逗你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想抱抱你。 秦，嗯，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，一直陪着我。金钊，我一直都会陪着你啊。